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中部城市哥查班巴空气污染相当严重，当地几间公司最近联合推出绿能送货服务，利用电动车辆与脚踏车运送订单，希望能有效减少当地的碳排放量。据称，这些订单的包装均采用环保材质，可以在180天内完全分解。这是中南美洲第一个标榜100%绿能的运输企业。哥查班巴距离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约378公里，当地的塑胶容器使用量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飙升了好几倍，在2019年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玻利维亚污染最严重的地区。